近日，青年演员肖战携带自己的新身份文艺志愿者和粉丝见面，这一次依然给大家带来正向引导。肖战发视频致敬延安文艺座谈会，非常有意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战勉励大家一起做到不忘初心，与人民同行，坚定理想，弘扬时代风尚，非常感动。肖战发视频表示，我是文艺志愿者肖战，不忘初心，与人民同行，让我们一起学习讲话精神，坚定理想，弘扬时代风尚。原来肖战的新身份就是文艺志愿者，实际上大家都非常清楚，很早就是了。紧接着肖战还发了视频，肖战还现场朗诵，不得不说肖战的声音非常好听，很具有吸引力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非常热烈，纷纷表示和肖战一起致敬文艺座谈会，不忘初心，与人民同行，弘扬时代风尚，这就是粉丝们的态度，亘古不变。不知不觉中，大家都在肖战的评论区里刷屏了，这种场面非常温暖，行胜于言，相信粉丝们会有实际行动，会做得很好。总之，让我们继续对文艺志愿者肖战，对优质正能量偶像肖战有所期待，跟随肖战的脚步，一起多做善事和有意义的事情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另一方面，青年演员肖战还有两部待播剧，未播先火好长时间了。我们自始至终都非常相信肖战的实力，优秀的肖战从来都不会让观众失望。肖战是名副其实的正能量偶像，继续努力，勇往直前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。